沙漠是哪里来的？其实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地球上都是大石头的。可是，经过了几千年的雨打、风吹、太阳晒，于是大石块渐渐碎了，大石块变成小石块，小石块再变成沙子，沙子越来越多，就变成沙漠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，我们赶快找水吧。水，我要水。天空会有雨，为什么飞机会飞行？为什么月亮有时圆有时又不圆？乌拉博士来说明，十万个为什么告诉你，十万个为什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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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孔雀会开屏，为什么螃蟹要横行？为什么海水有时低有时又变高？